白家起身了，壮儿小豆仔提早报道。现在我们全家人都在等你的到来。是是是，这去年10月，白嘉琪带球嫁给艺人吴东彦。原本呢，她的预产期在5月中，结果儿子小豆仔急着见爹娘，提前报到啦。那叫大，遇见你的第一眼。吴东彦7号在脸书报喜，昨晚半夜老婆突然把我叫醒，说羊水好像破了，吓得我从床上蹦起来。因为其实离我们和医生预想的时间还有2周啊。觉得一切都是很好的安排。阵痛了6个小时，白嘉琪终于自然产下 baby。贴心的老公一路陪产，负责握着她的手在旁边加油。吴东彦说，最开心是母子平安，希望一路陪着他长大。谢谢老婆怀孕过程的辛苦和伟大，我会永远爱你和儿子。娱乐动新闻，真的好高资料报道。嗨，你看得到吗？我已经看到刚刚活动的新闻了，你看得到吗？加入好评友会员，只要用脸书或是 Google 账号就能一键注册，也可以用电话或 email 注册，限时免费，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。现在趁苹果免费，赶快加入哦！